杯茶禅礼。一位学者向南隐问禅，南隐以茶相待。他将茶水倒入杯中，茶满了，但他还是继续倒。师父，茶已经满出来了，不要再倒了。你就像这只茶杯一样，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、想法。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，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呢？是。心中有自己的成见，就听不见别人的真言。两人对谈，多数人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，结果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以外。